各位弟兄姐妹平安，欢迎来到恩宠快讯。接下来由我来跟各位播报本周的信息。下周六日的信息是由刘伟茂牧师带来的做行战得胜的秘诀。人生将会有很多的征战和挑战，如何在每次的征战当中都能够得胜呢？秘诀就在于一言一行都要能够合神的心意。想要成为一个合神心意的人吗？那你一定不能错过哦，由刘伟茂牧师带来的做行战得胜的秘诀。在今年四月底，社青区举办了一场非常好玩的运动会，有篮球、棒球，甚至还有读经马拉松。让我们一起来欣赏那一天的精彩回顾吧。9号，雪青为大家准备了一场暑期营会 Inspiration 星火燎原。这个世代的学生青年时常会感到迷惘，或者是找不到未来的人生方向。其实上帝在我们生命中都有一个美好的命定，我们所需要的是让神在我们心中点燃一份热情，甚至透过这个热情去感染身边每一个人。所以家长们，不论你的孩子现在面临什么样的困难，他都需要神拉他一把，对吗？这么精彩的营会只要工本费500元，所以赶快帮你的孩子报名吧。学青的暑期营会 Inspiration 星火燎原。最后让我们一起跟左右两边的人说，手机静音才专心，我不聊天认真听，准时崇拜好处多，喜乐平安在恩宠。恩宠快讯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